反正前面要填喊宜萱哦。宜萱，你们拿麦克风。好。哎，你开启了那个录影模式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开启录影模式吗？可以加码开启录影模式吗？还是用录音的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那个就是用录音的功能，好不好？你回去可以那个回去自己遐想他们四个人的样子。好，开启录音功能。那四位要想好祝福咯。宜萱哦，哈，你们要用有爱的口吻，好不好？宜萱，你的手机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咯，预备备，一起听哦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宜萱生日快乐啦！哎、欸，真的，现在多吃一点呢、欸，咸菜有没有多吃？赶快啦！哦，新年快乐、欸，红包嘞！好，宜萱新年快乐，然后希望你这个新的一年呢，能够找到另外一半，然后事业有成。各方面都棒，加油！妈妈，妈妈，欢迎妈妈，妈妈。前面听到阿长，他说我新的一年我怎么要听到这些东西？好，宜萱有开心吗？好，那当然不免说要送给你这个很珍贵的香奈跟 Choco Choco La Baby 的这个礼包。